揭开红布，众人的欢喜溢于言表。慈济关山环保辅具平台这一天正式启用。关山是我们台东的第一个辅具平台，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我们长辈的安全、长辈的方便、长辈的友善这样的一个网络，慈济的爱随时会在每个社区。位于台东北部的关山镇内人口不到一万人，且以年长者居多，他们经常有辅具或助行工具的需求。退休消防员陈太郎原本靠一己之力四处帮长辈找资源，如今平台成立，有需要的老人家不再无助，用不上的也有了最佳去处。关山有这个平台，慈善路野他们也一起动起来，等于说要影响周边，一直跟进。因为我妈妈是骨裂，然后他本身就行动不太方便，所以有电动床可以帮助他升降，就减轻很多。我96年车，我儿子买给我的，隔期很久了，那这才是我一个故障死掉，他儿子再来给我，那我可以用，这才比较慢买的。爱但是顾半年无骑无电，爱搁加创创讲电会使骑，我来使骑好人骑啦。你长官有没有打方向灯？志工的提问考倒了阿嬷，但其实不是只有这位阿嬷回答不出，很多老人家对代步工具一知半解。志工在庙前设立服务站，答疑解惑。我转左边要转到哪一边？左边，左边。对，右边，右边。像差不多。OK。办过这种那个健检座，最起码他们寿命越高，也可以减轻他们一些负担了。慈济结合社区，让照护长辈的资源更丰富，爱的力量也更加成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廖玉如、涂华光、叶静红，台东报道。